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火车头是台南算第三代的火车站了。它的建筑风格是采取了折中主义式，在1936年3月15日落成使用到今天，是文化部所指定的国定古迹。很可惜它的天际线已经被破坏了。顶管的这纹饰，因为长期用油擦改，擦甲甜甜甜，所以袂穿开，拢拉落来。台南火车头，我从来拢唔知影伊到底是啥物色。欢喜啊，伊就甲伊擦白；啊，若无欢喜，啊就甲擦黄。啊，咱的正面有三个圆拱门，这是伊真有特色的所在。我听跳高，伊个二楼呢，其实是原来的铁道饭店，顶管有会当住的所在，加会当食的餐厅，是全台湾唯一有铁道饭店的火车站。注意看，内底真侪细节拢非常的讲究，所以是一个真优雅的火车站。即马站内有真侪怀念的老相片，咱会当好好来甲伊参观一下。相片内底建筑物是出了车站向右边看，你来看到这栋，这栋尾仔变作国民党的东山《中华日报》。好，以上安尼，甲大家分享，多谢收看。